效益很难控。子枫表示害羞被索尔脱光了。术士，对，读一个妖术师，妖术有出来就可以了。刚那个单位就读一个妖术师有了。刚一开始有妖术师，可是我站位一换，妖术不见了。因为那个脚先上去冰，应该就行。剑线寒霜，终于轮到我了，终于轮到我了。魂光缺爆。缩平沙溢，此曲如何？我这边保养就是要选，他就是要把选上去的东西。谁敢放肆？终于轮到我了。曲入婆娑平沙溢，此曲如何？谁敢放肆？来喽！谁敢放肆？你倒是……这边看可不可以？剑线寒霜。有妖师，有妖师应该就过。平世谷，替我者死。神魔共死过。神魔共死破，取入婆娑平沙溢。所以我刚这个打法更好，是改善自己拿这个的点。取入婆娑平沙溢，此曲如何？消息上去点，这个消息更前面的，我把它位置卡住，它就落在更后面。冰雨，风雨，好个文艺，慕容孤。对，这样改一下，谢了。站位反正我知道更好一点。冰雨，还没抽到慕容玄机，要等紫风池吗？我可不可以设一个 ？OK。这样我可以往后退。终于轮到我啦！等一下。谁敢放肆？取入婆娑平沙溢。人家可久等了，等紫风池可以等啊，会就把回走了。谁敢放？应该调整一下站位，有机会。定魂笑死，剑线寒霜，神魔共死破，应该是有机会，应该是有机会。不要那么贪就好了。柔情世故，不要那么贪，卡着他。
如何？他应该不会帮他补血，说把我这边滚者牵制的最好了，就帮他补血，他补就补啊，我就给他补。当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蝙蝠就给他补。可久等了呢。神魔共死破。神魔共死破。大哥没死，谁敢放肆？谁敢放肆？雷珠，我觉得送他上归西吗？归西，哎呀，没有，哎呀，可惜，可是我要扛得住，下去，过了，终于过了，这等小事，还需我出手？等级变高的时候，反正比普通四十三还简单。